但是我觉得我听到怎么样的话都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就像刚刚的歌词一样那么热烈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蓝色和成都家总是这么不一样。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特别特别想跟你们一起唱，因为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我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唱一些我们彼此都熟悉的歌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整个感觉氛围都特别的不一样，而且我不仅要听到前台的声音，我要听到后台的声音，我要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。Thank you.
生比较多，对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有男生会唱我的歌吗？
家就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你们都在原地坐好，好吗？这样我可以尽量的离你们近一点。然后，感谢三草两木的邀请，因为这样可以跟大家这么近的距离，然后舞台可以到就是前期跟观众后面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所以我尽量的希望可以往前走。那接下来还有，好像是还有两首歌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它虽然歌词原本写的不是成都，但是会有一点像我跟成都之间的感觉。我觉得离开成都之后，经常这种感觉就是这么近那么远。明明是自己的家乡，但是呢，又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唱歌，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，算是一种具体的感受了，就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一首《这么近那么远》。我们都在
我已经不是最胖的了。谢谢。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要请上好累他们不请自来了。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感觉，就是当我开始尝试新的音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整个人变得比以前开朗很多，然后我更愿意跟大家交流，我也喜欢看到大家跟着我的音乐有一些肢体语言，所以这首歌叫做 Work For It。 如果你感受到当中的感觉，跟我一起来